我来了。你就不明白。谁呀、啊？大斌大哥，这孙子这个生火，就听这锅里嘎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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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。啊。这火就住了。这好了吧？嗯。啊。我也在这听，嘎巴嘎巴响。你听嘎巴响，崩大米花了都。哈哈哈哈哈！干啥呢？今天我坐班儿。你找我？这么一会儿。这大儿啊！你压了那个多大？一会儿你等你吃一下，我现在看着肉就饿。你回来多好说啊，带好吃的回来。嗯，给你们带点犒劳犒劳。哎呀，还弄半只啊！啊，来一个小葱蒜豆。豆腐最简单吃法。对，最简单，而且还好吃。嗯，挺好，还有点淡。还淡呢？那你尝尝。嗯，有点淡。啥样啊？啊？啥样啊？啥样？坐等吃饭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帮我去，那吃饭了。给你爸这个吃。你吃啥呀？我吃包。你咋不？你拿盘子，搁白菜这一包。这都放完就放呗。放完就放，先浇个白菜叶，能行吗？放完就倒也行，也挺好吃。倒一口啥呢？你吃肉没吃？你想整不起来？来，伸手抱。抱哪儿啊？你伸手往我搂。对。哎呀妈！这搂啥？这都搂稀碎呢。这吃个包十来个人帮忙，你瞧着，谁整完了？你这手太小，就搁我这了。你这手伸开大点包，搁盘子里的哎。对，这手伸开，伸到这儿了，没有手了。咬这儿点，头口咬这儿，哎，咬这儿嘎达。你这有说的了，头口咬那儿。干啥去？一下了，我挪挪呗。你搁哪挪呀？手往下点。好，好。这不搞掉吗？这不行，吃两口喽。你闲着，我就只要吃。